已经不是我一直尊敬的态度。无论发生什么事，无我安排不可以 action， 绝对不可以轻举妄动。Understand？全部嘅嘢都为咗自己，你再走我就开枪。Where's my stuff? Money. Magazuku Yatsuda. I said give it to me.
特別新聞報導，尖沙咀一個商場晚上發生槍擊事件，有消息指有幾名的外籍人士和一名休班警員發生槍戰，而在商場天台就發現一具外籍人士的屍體，死者死因奇特，有待驗屍，而現場就留有不明粉末，初步懷疑是化學物質，警方已經封鎖現場作進一步的調查。麻煩後少少啊，唔該，冇嘢睇噶啦。初步懷疑死者係吸入咗過量有炭疽病毒嘅粉末而致死。我哋已經檢查過屍體嘅四周圍，冇任何炭疽氣體，係安全噶啦。不過為咗安全起見，你都係戴翻個防毒面具同埋手套先睇條屍啦。OK， 唔該曬。威林，呢單 case 你負責啊？啊，係啊，我係 SDU 嘅莊有傑，嗱，我 Alpha 得噶啦。死者身上可能仲有炭疽病毒，我建议你戴住防毒面具先再讲啦。哦，头先我同二匪搏火啊，佢哋总共有三个人啊，手法都好凶残啊。唔好意思啊，我唔系 Charlie Case 嘅 Madam 啊，我系 ATF 嘅情报分析员张丽嘉。ATF 即系反恐啊？系。呢单 case 我 in charge 嘅 CIP 陈志明小姐，你嚟做咩啊？呢单嘢唔关你哋 ATF 嘅事喎。唔好意思啊 ，Sir。剛才的新聞我看到這宗案件是跟化學物質有關，跟我們之前收到的情報有些吻合，我懷疑是恐怖分子做的，所以我來收集第一手資料。我也想有第一手資料。你是給完口供，你是看完條屍，麻煩兩位，我們還有很多手尾要跟，你可以走，不要再跟我們做事。不是 Sir， 因為這些資料對你來說是很重要的，我要繼續留下進一步了解。你們做事守規矩好不好？你要拿料嘛。 OK，聽日向我部門申請。唔係啊 ，Sir。我諗唔使啦。王 Sir。我係 ATF 沈志傲，我同上頭聯絡過，呢單 case 正式由我接手。Yes sir。Alan， 你喺法政嗰邊攞初步死因報告。Yes sir。傅能亮，搜下死者身上有咩發現。Yes sir。呢只制服而飛嘅伙計，係啊 Sir， 麻煩你聽日朝頭早送嚟 ATF 攞份詳細口供。Yes Sir。早晨，早晨啊，早晨，唔該，唔該曬。早晨 ，Bonnie Ada， 早晨，早晨，早晨，喂，真係咁早啊？橫掂放假咪早少少咯。OK 嘅啦，二號 lift 啊。唔該，我帶你上去啊。好啊。呢度都幾嚴密嘅喎，緊張過我哋嗰邊好多。我哋反恐啊嘛，梗係最驚恐怖分子嘅啦。全電腦化北京人手，想撳啲都冇得撳，又 high 又安全，真係佩服啊！你佩服我哋部 lift 啊？我哋 department 仲好多好嘢嘅噃。何止？你講緊你個頭啊嘛。不過你個頭啊真係醒啊！新聞一出嚟，聞到係咩料，即刻接嗰單 case 嚟做。是啊，我以為我自己夠快啦，點知佢仲快過我同總部傾點數接手添，真係俾佢嚇一嚇啊！你先啦。好啊。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我 Sir 钟有杰嚟咗啊。Morning Sir， 我系 Evan。早晨，我叫你上嚟系想你细致啲讲下疑匪同埋现场嘅细节，你嘅资料对我哋好重要。Yes Sir。Ben 啊，同 Evan 攞啲料，唔该晒。冇客气。呢边。No Sir， 有初步资料啦。
兩個人的容貌和身材很不同，但是他的骨骼有 95% 相似。他一定是易容和用假護照入境。 Faces 真是厲害，反應就不阿Sir， 不好意思，我有些事我想先走。麻煩，有事再找你，病人送出去。Good Sir， 由這件事分析，佐藤和恐怖分子一起出現，估計他們交易那陣談不定數。副領長，司機身上有什麼發現？我們找到一部電話，裡面有幾個號碼在這兩天打得很密。我住了幾條線，有什麼料到？ Yes Sir。 Oh Sir， 我猜佐藤來香港還有另一個目的，你再看看 SCT 新來這條片。佐藤是偏激分子，他非常反對議員岩本豐一郎的外交政策。他曾經多次襲擊過豐一郎，結果監禁了一年。國際龍舟賽就嚟舉行，岩本豐一郎是開幕嘉賓。佐藤想藉住龍舟賽呢段期間襲擊豐一郎，對豐一郎不利。唔怪得知岩本方面咁緊張 ，send 咗咁多資料俾我哋。呢件事真係唔係咁簡單。佐藤唔單止要對付岩本豐一郎，仲有曬成班恐怖分子嚟香港。而家搞到一鍋泡。使好多手尾噶 ，Duty，scan 曬所有恐怖分子想出嚟 ，send 俾各部門，叫佢哋高度關注，有咩消息即刻通知我哋。Yes sir。呢班全部都危險人物，唔知佢哋仲會搞啲乜嘢，盡快派曬呢班友出嚟，免得佢哋爆大鑊，危害市民。Yes sir。難得放假，你就瞓晏啲啦，係都要送我翻工。送阿媽翻工好緊要噶，又要幫阿媽你攞埋啲宣傳品咧。還咩做咗良好市民，我唔爭再做埋良好乖仔啦。喂，良好嘅乖仔啊，你因住俾人抄牌啊，等我自己拎啦。唔使咩粗重嘢等我嚟啊嘛。阿媽係要嚟錫嘅，唔係要嚟攞埋啲粗重嘢嘅。好啦，咁俾你做熱身運動啦。嚟啦，放台面得啦。哦。早晨，芬姐。早晨啊，呢位系咩姐？哦，早晨，咩姐。你唔系嗰个神勇干探？吓？你睇下，演一滴衫啊，好犀利啊！帮喺头版度签翻个名，等我过咗胶贴起佢啊！咪玩啦，呢个我个仔嚟噶。你个仔？哎呀，好叻，好巴闭啊！阿妈，我赶住去操龙舟，你哋。慢慢傾，走先啦，美姐。拜拜。拜拜。記住得閒過嚟行下嚇。OK， 拜拜。你啊真係低調啦，有個咁叻咁孝順嘅仔啊，都唔講聲，羨慕死人咧。佢都係做翻份代事啫。休咗班啊，都仲咁薄，好難得㗎。咁咪係咯，落咗班冇陀槍㗎嘛，你話幾危險咧？咁咪即係證明你個仔好掂啦，赤手空拳，以一敵三，又英又勇啊！問你又唔應，阿媽 call 你又唔復，屋企又唔翻話失蹤啊！你知唔知阿媽幾咁擔心你啊？你點做人個仔噶？我點做人唔到你？係你點做人我管唔到，但你搞到阿媽周身唔安樂就關我事。我而家要你即刻打個電話翻俾阿媽，或者你即刻翻去見。我係你大佬啊！我中意點做人就點做人，唔關你事。你同我聽住啊！你最好甩咗班衰人，唔好做衰嘢。如果唔係，我就親手塌你翻去，兄弟都冇食講啊！唔使擔心我大佬，大飛聽日陪翻嚟香港，我一定會刮到佢出嚟，同我及實佢。仲有，
認住呢條架仔，你刮到大飛，刮到佢。佢冧咗只客隻頭馬，呢幅相我哋臨死前交易嗰陣時影嘅。大佬啊，大飛點會知道日本仔喺邊啊？日本仔唔熟地頭，咩都揾大飛搭路。而家出咗事啊，要揾大飛搭路雀草啊！明唔明啊，死蠢！日本仔只腳可能有傷，留意一下。阿媽翻嚟啦！嚇，爹啊，翻嚟啦！我買咗你最中意食嘅龍蝦，幫你呢個二一滴三神勇幹探慶祝下。咁大件事，阿媽其實做咩啊？有嘢同阿媽講啊？冇，我突然之間覺得你好識做啫嘛。哦，仲要預祝埋你國際龍舟賽捧杯，再為警隊增光。阿媽，你知唔知啊？要捧一個杯真係唔係咁容易嘅。其他選手又有姿勢又有實際嘅，知唔知啫？我個仔冇咩？阿媽撐硬你。換件衫啦，我同你阿哥換埋張床單，我哋即刻食飯。阿媽。你不要再幫他換床單了，他成半年都沒回過來，你叫他淫福他根本就不想回來，你不要再理他了。你大佬是矮，那難道我們放棄他嗎？我們應該幫他，帶他走回入正途。幫？還幫什麼鬼啊？他現在連理都不理，他沒得救了，你不用指望他變得好啊。他是我的兒子，無論他變成怎樣，我都不會不理他的。他是一時迷失，走錯了路，我信他一定會走回轉頭。床單我會一直幫他換，直到他回來。我要讓他知道這裡是他家，無論外面多風大雨大，我都有訂讓他回來。媽媽有時希望越大，心就越大。 OK， 媽媽如果你不想聽，我不再說。我換衫先。姑娘啊，有冇新發現？冇，翻啲嗰班冇份料嗰部。入境處嗰邊？入境處冇資料顯示三人出境。摸住嗰幾個電話咧？冇特別可疑嘅通話。其中一條線拉直等啊！拖出嚟。係。大飛 ，What the hell happened? There was no deal. Are you trying to set it up?出曬嚟電話號碼同 location。一分鐘。It's not my fault, lah, man. I don't know that was going to happen. Okay? Don't push me. Where the hell are you? Macau 咯。翻嚟。係佐藤啊。冇咗信號啊。唔緊要，我已經 check 到佐藤嘅手機號碼同埋追蹤嘅位置。跟住條線，冇俾佢斷。Yes, sir.富良Alan，即刻到現場。Beauty，過氣先。Yes, sir。So sorry, I swear, I don't know anything. I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Trust me, trust me. Give me our phone call. Oh, okay, okay.
你嘅唔系啦，我哋即刻报警。你黐线噶？你报警咪即系想我死？你唔好走啦，你翻屋企啦，你唔好再群嗰啲衰人啦，咁真系死路一条噶。你醒下啦，仔。唔好理我咁多啦。你唔好走啦，哎，你走啦，你走就唔好翻嚟，你唔好认我做阿妈。喂，喂。廖沙田劇院啊，有人受咗傷，我今晚經過咋，你快啲嚟。用卫星监控佐藤嘅电话信号，发现佢电话号码停留喺朱月花园九 A 单位接近二十分钟，所以我肯定佐藤呢晚喺入边。大家听住，呢个系极度危险人物，佢唔单止有碳疽，仲有晶片炸弹。行动嘅时候一定要小心。我哋搵喺九 A 单位对面监视，同埋疏散成栋楼居民。冇妙，傅良亮同几个兄弟同我在一齐。如果俾佐藤发现，会引起恐慌噶。Yes sir， 出发。好Sir，大厦同一声就嚟。唔该，差人做嘢，我哋封锁晒成栋大厦，疏散所有住客。你哋有 CCTV 影晒前后楼梯噶，识个 CCTV 去啊，可唔想应该我哋？达飞 ，When will you pick me up？ There's someone after me。OK OK。好Sir，佐藤打俾大飞。位置冇变，佢想五点钟走佬。收到，即
老Sir，門口邊有炸彈，我哋會處理嘅。Forever. If you don't let me go, I'm going to break open this vial of Angress. Thank you, sir. 言歸正傳，雖然佐藤死了，大飛拉埋，但我哋仲未揾到解碼程式。我相信不可部分子都揾緊同一樣嘢，佢哋而家仲喺香港，所以我哋危機仲未解除。Jessica, Beauty， 繼續留意各方面嘅情報。一嚟緊，我哋仲有國際龍舟賽事。Yes, sir. 阿 Sir， 安全起見，不如叫岩本豐一郎唔出席國際龍舟賽啊。但佐藤都死咗啦，都係小心啲好嘅。我都贊成要求保安科取消岩本科嘅狼嚟香港。我即管同保安科傾下，大家繼續揾料。Yes sir。你俾個日本仔走咗，仲死埋，你咪收錢放佢走啊！喂，平時你冇把炮嘅，今日仲食白果啊？講啊！點解甩佢啊？係我一時唔小心，我一路吊住佢，去到沙田劇院揚咗，跟住佢就撇咗啦。佢喺嗰度做乜？我真係唔知佢喺嗰度做乜嘢噶。求你信我，冇下次啊！我同你講，你唔好俾我知道你做過。望咩啫？大佬又系啊，
特務從來唔留手嘅，真係。你喺攞幾認真？你平時夠型啦，而家咪攞咯。衰鑊啊，大佬就唔會信你噶啦。好似我咁，攞翻身啦。成日俾阿大個同阿細妹玩。呢啲唔使你噏，我都知啦。我睇金鋪啊，佢仲未揼夠啊，單嘢肯定仲未完。咁啦，咁多嘢講。真㗎，頭先我聽有大佬同我鬼佬講電話，好似有啲咩大鑊嘢啊。係咩？天珠要講咩啊？梗係唔知啦，26個英文字母我就識，混埋一齊，我邊度知啊？我淨係知阿大舊啊，噏過我哋嘅名，不過唔幫好嘢啦。我同你啊，孭緊鑊啊，大大鑊啊！行又行先，死又死先，有著數企兩邊。你又係，咁都不如日本仔撩咗佢。講夠未啫？而家我唔係咁嘅。喂，打急 call。点啊？不如帮你打支止痛针，等你好瞓啲啦。瞓着咗，咪有人嚟都唔知咯。我谂唔使打噶啦。点解啊？但系你之前嗰支止痛针嘅药力都差唔多过噶啦。如果你唔打，你个伤口会好痛噶。嗯，唔使打啦。如果一阵间好痛，我再 call 你啦。唔该晒。咁好啦，你休息下啦。唔该晒。做咩？怕自己睡著了，大佬你都不知道？他有沒有打過電話給你？他無端端怎會打給我？他又不知道你入了醫院。你無端端說大佬會來，你有沒有見過他？阿媽，你老實告訴我，你不要說謊。你的受傷不是意外弄傷的吧？今日下午，知月花园发生警匪开枪事件，警方开枪击毙一名日籍男子佐藤直武，怀疑佢同早前展博商场天台发生嘅恐怖袭击有关。咩系佢啊？警方亦都你见过呢个人咩？佐藤直武系恐怖分子。阿妈，你讲俾我听，你有冇见过呢个人？系咪佢整亲你噶？你唔好问啦，我而家都冇事咯。妈，有时啲嘢真系唔可以隐瞒噶。呢一个人系恐怖分子嚟嘅。阿妈，你咪见过佢同大佬喺埋一齐。是不是他整親你的？我不想說啊，我怕會影響你大佬啊。他搞到你入了醫院啊，你還維護他？不是他整到我受傷的，總之我知道你大佬現在還是很關心媽媽的。他關心你？如果他是關心你，你入了醫院他就告訴我吧。他沒有啊。媽媽，你不要自己騙自己了。大佬而家已經變咗另外一個人啦，我而家見到佢，我覺得好心痛，好失望啊！你見過佢噶啦？唔怕老實同你講，我真係見過佢。佢而家同緊黑社會做緊嘢啊！嚇！我又叫佢翻嚟見你，但係佢唔肯啊！你就日日夜夜掛住佢，佢就當你冇到。我真係唔想見到你咁嘅樣。阿妈，你知道我好锡你噶，我真系唔想见到你咁嘅样啦。佢系我个仔嚟噶，我点可以唔挂住佢？总之佢搞到你咁嘅样，我就见佢一次打佢一次，兄弟都冇情讲噶。爹啊，你唔好咁啦，你哋系亲兄弟嚟噶，你唔好咁啦。阿妈，佢而家咁样对你啊，我一早就唔当呢个人系我大佬。大佬，一個月講交曬電話出嚟啊！兩日後做嘢，由而家開始全部唔可以離開呢度，唔可以同出邊聯絡。兩日後話你知做乜？我而家重新部署6月24日安排，保安科已經推向我哋，堅持要照原定計劃。岩本福一郎会前一晚嚟到香港，第二日早上会出席龙舟赛做主礼嘉宾。日本 SAT send 咗资料过嚟，话佐藤喺日本嘅同党全部都落网。SAT 认为丰一郎系唔会有咩危险。虽然我同上头讲，仲未拉到 Bloody Eagle 呢班恐怖分子，仍然有好大危机，但上头认为我哋仍然系可以保护岩本丰一郎。Lawrence， 你带搜查队去做多啲功夫，搜查现场有冇危险物品。確保 clear 封鎖現場。Yes sir。Alan， 會場當日我要安檢，
任何人要經過檢查先可以入去，你通知各部門。Yes sir。阿威，澳門飛虎落多啲人 ，operation 要同飛虎緊密合作，確保一切順利進行。Yes sir。Jessica Beauty， 繼續資料分析，一發現到乜嘢，即刻通知我。Yes sir。呢個現場嘅 floor plan。十二點前放低曬啲嘢，跟住去廢屋分錢噶啦。知啦，長慶。頂下。今晚我哋起勢咁粗壯，態咁 fit， 肯定撞硬王冠啦！咁有信心，今次龍舟賽隊伍好強啊！強得過我哋位神探先得㗎！你講你啊，快去報道啦！做咩？阿武，你哋去報道先啦，最後過嚟。哦，你話啦。就看着你一生演绎好戏，
情知己。